欢迎来到我们 Hit FM 的媒体采访中心，先请陈琳呢，让我们媒体采访补张照片。今天呢，也是穿着了非常美丽的一袭白色的礼服，但今天让我们这个媒体采访们先捕捉。好，再换到您左手边之后，到中心前方。好，再看一下右手边，谢谢。右边。好，再回到中心前方，谢谢。好，在左手边再看一下他，谢谢。好，中间前面。好，都有拍到了吗？好，谢谢，我们请工作人员来帮我们递一下麦克风，谢谢。欢迎杨丞琳，请跟媒体朋友们先打声招呼。大家好，好久没在 HIDO 的流行音乐颁奖典礼跟大家见面。首先要特别谢谢杨丞琳哦，因为这一次呢为这一个表演特别做了准备，他带大家回顾了前面十张专辑，每一张专辑都找了一首非常经典的代表作，也是大家耳熟能详，可以跟在我们这个小舞台的舞台上面一起哼唱的一些歌曲。其实对我来说，今天可以来这里，其实是我的荣幸。对，我反而是很谢谢你们的邀请。然后我想这一次会借由这个舞台做这样的表演，其实最主要是因为《青春住了谁》的巡演不会再回到台湾了，所以我很希望在我这个巡演落幕之前，大家还是可以感觉重温一个很迷你版的《青春住了谁》巡演，所以才命名《青春住了我们》的这一段组曲。那我觉得最被刁难的应该就是我的音乐总监了，因为要把11首歌非常很顺畅，然后在编曲不一样的情况下，并且年代不同，跟我的可能跟我过去的风格和现在的风格，就所有的东西必须要在一个串烧当中，又要做成很像一首歌，我觉得这很难。因为我有一个要求，就是我不希望像组曲，我希望像一首歌。对，所以就觉得他真的很辛苦。那我希望大家都听得很陶醉啦，听到刚刚粉丝的尖叫声已经大到真的完全盖过耳机里面的音乐的时候，其实我真的有一种犹如自己又回来办演唱会的那种心情，所以真的很开心。真的是非常精彩的表演，而且刚刚说就是因为把它串成一首歌的关系，所以在最后一首唱暧昧的时候又连回到了，而且歌词也会特别唱到了说过去变成了未来，也回到了一个现在的杨丞琳的这种感觉。对，就是有一种搭时光机让大家听见从我现在的单曲到过去每一个单曲，而且我还特别说希望可以放上后面的专辑封面去有一种代表的意义。对，那我觉得这是 TDM 给我的一个很好的生日礼物。因为过几天我就要6月4号的时候，我这样说直接应该马上唱下生日快乐歌，祝你生日快乐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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生日会不会又在工作中度过啊？不会，我这些年其实生日都会希望可以休息，而且这个休息也非常莫名其妙，就是我做的事情跟在平时假日没有工作的时候是一模一样，可能我会运动啊，可能去弄弄指甲啊，然后吃妈妈煮的饭，就是非常的日常。可是这是一种好像犒赏自己的一个感觉，让自己可以当一整天什么都不去想，什么都不去做的一个很幸福的一个小孩的感觉。那对我来说更大意义就是因为我真的已经习惯在这个舞台庆生了，所以今天我又可以再来到这里，我很开心。因为我中间应该有暌违2年左右，就没有在 HIDO 的音乐颁奖典礼上面，所以我觉得可以在35岁之前的几天来这边跟所有的粉丝一起庆祝，是很重要的一件事。也要谢谢代表黑带粉，特别谢谢杨丞琳。那今天我们到场媒体朋友们也很多，我们也开放媒体朋友们来提问一下，谢谢。随着年龄啊，生日愿望就会越来越词穷。我的愿望真的非常简单，在昨天的生日会我也已经许了这个愿望，其实就是希望大家包含我自己就是身体健康，然后有健康的身体去完成自己想完成的事情。对，还有什么事想要完成？
也不知道，就是我其实已经觉得我很幸福了，所以你说还有什么事，就是可能遇到才会知道吧。你说像旅游啊什么那些都小事，是不用放在愿望了。我是觉得只要身体健康，那然后有可以做自己喜欢的工作，又有闲暇之余可以好好的陪亲朋好友，陪我的狗，因为它年纪很大。就是我觉得这个就是把仅有的工作之余的时间给重要的人，我觉得这很重要。那专辑的部分呢？因为歌迷也很期待，都是什么样的专辑？专辑的话，有在进行，其实在一年前就开始进行了。那在今年已经开始做前置了。然后我非常的希望我可以顺利的在今年的中下旬可以录音。如果一切都顺利的话，我也希望可以在今年底发，但是这一切都只是一个如果，因为我太害怕给什么承诺，大家会太期待。但我也希望这样不要让大家等太久了，因为上次发片是2016年9月份，所以虽然有演唱会跟一些单曲，感觉好像也都有一些新歌，但是我想一个完整专辑的推出也是我一个今年很重要的目标，所以我希望这个目标可以执行得很好。把握最后下时间，最后一题，谢谢。我们要跟音乐有关嘛？我们这个颁奖典礼啊，可以问一下跟音乐有关的话题吗？可能你觉得很难得吧，我觉得很平常。谢谢。这个我不知道，因为连我自己平时入围的时候我自己都猜不到，所以我不知道。就是希望能够得奖是最重要的啦，但是我希望能够工作之余呢，还是要把时间留给家人，这件事情非常重要。也希望在6月4号呢，可以过一个非常舒服开心的生日。对，谢谢杨丞琳特别来到 FM， 谢谢你，谢谢。